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之间，在两大板块长时间碰撞挤压之下，使得台湾中央大幅隆起，成为今天的台湾脊梁中央山脉。在临近两大板块的台湾东岸与西岸地表，则因为蓬莱造山运动所夹带巨大的推挤压力，而产生许多南北走向的断层。菲律宾海板块以每年7公分的速度向西北方移动，这正是台湾地震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位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台湾，也因为如此持续不断的地壳活动，而写下了为数可观的地震记录。根据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统计，本世纪发生在台湾地区规模6以上的灾害性地震就已经超过10次。每年在台湾本岛及临近海域所测得之有感及无感地震更高达8000次之多，几乎涵盖了整个东部地区及西部的台中、嘉义以至于台南一带。在1999年9月21日的凌晨，一阵突如其来的强震惊醒了所有熟睡中的台湾民众，而就当全岛一片错愕的同时，台湾的地貌也在一瞬间起了巨大的变化。除了难以计数的民房在顷刻间被彻底摧毁，造成国人生命财产难以弥补的损失外，百年罕见的地震规模更使得车龙埔断层沿线的地表景观发生了严重变形的现象。我们这次这个921级级大地震所造成的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中部彰化跟云林这一带，它的地底下的这个基盘是一个比较坚硬的这个地盘，称为北港高区。那在北港高区的这个外围是一个地震密集的这个一个活动带。好，那我们因为菲律宾海板块从西北方向来挤压这个欧亚大陆板块，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较坚硬的这个基盘的这个外围呢，就有一个很密集的这个地震带。那但是力量的这个累积呢，它虽然断层是地震是在这边活动，但是有些能量仍然会渐渐集中在这个位置。那也就是我们这次发生大地震规模7.3大地震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那这次规模达到7.3，是我们台湾岛内100年来最大的一次一个地震。那它所造成的就是车龙埔断层一个南北走向的这个断层呢，产生的这个逆冲的这种活动。另外我们这次921大地震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在规模7.3的主震发生的这个同时，诱发了南北两个地震。那南边的地震是在超岭潭附近，造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山崩，形成了新的一个堰塞湖。那在北边，地震发生在苗栗的这个南庄附近，那因此使这个震度6级的这个区域分布的这个相当广，而且地震摇晃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这个久。车龙埔断层位于台中盆地东缘，长约50公里，属第四纪断层，断层面往东倾斜。所以这次921级级地震，是因为车龙埔断层东侧的地盘强行以30度角逆冲压过西侧地盘，断层挤压的力量造成这次移动中最大落差达7公尺，形成全球罕见内陆地震中的大规模地层移动，也导致活断层移动所及范围内之剧烈摇动，产生了建筑物等极大的破坏，但是也创造出许多特殊的地形景观。这些景观主要有草岭因地震走山，使海拔1200公尺高的山在450公尺以上部分全部滑落至河中，崩塌的土石达3亿5000万立方公尺，形成了长达5公里的土堤，堵塞了清水溪，形成堰塞湖，成了世界奇观。
在台中大甲溪的石冈水坝，因为横跨在活断层上，使得水坝在影片中看起来完整的部分被抬升约9公尺，而使得另一部分因为仍留在原处，反而被拉裂而毁损。在其下游的碑峰桥段，也因为活断层的激烈移动，使原来平坦的河床因断层逆冲造成7公尺落差，而形成了瀑布景观。台中雾峰光复国中的操场也因为断层抬高，垂直的倾斜移动，造成上方断层头部弯曲，卷进下方底部，使跑道的白线看起来仍然连着，可是操场已经有2公尺的落差。另外，因为断层是南北走向，地震时产生东西向剧烈的摇晃，使东西向之错动力量为南北向的1.5倍，以致许多下层支撑较弱及施工品质不良的建筑呈现东向西的倒塌。交通部对于地震监测原已极为重视，自民国81年起就开始在全省各地建立绵密的地动观测网，使得这次地震有完整的记录与保留，不但有助于我们突破过去在地震观测上的盲点，也让全球地震学者有了研究的资料。台湾地区在民国81年到86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密的这个强地动观测网，那其中包含637个自由场的强地动观测站，跟56座结构跟桥梁的这个强震监测系统。那这一套系统是全世界最密的。那我们把整个强震观测网设立好了以后，就碰到了这个921大地震，那因此收到很多很宝贵的这个强震的这个资料。我们利用这个强震仪组成了一个新的强震速报系统。那我们这套这个强震速报系统在这次921地震中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功效。我们在102秒就把震央的这个位置、各地的这个震度、地震的规模都定出来了。那相同的这个工作，在美国、日本等地震研究先进的这个国家，都需要在30分钟才能做完相同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研发强震即时警报系统。那希望能够在地震发生以后，那强烈震波还没有到达之前，使这个大众捷运系统、还有瓦斯管线等这些维生系统能够及时关闭，使这个灾害减到最低。我们台湾位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平时就要做好防震的这个准备，那特别是建筑物要加强耐震的这个措施。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一定要设法避开断层带，这样子才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可以减少灾害的这个发生。那另外，我们这次921地震造成很多山坡地的这个崩塌，那很多的这个植物已经就是随着这个山崩而变得使山林变得一片光秃秃的。那我们要加强这个水土保持，要赶快把这个植被再种上去，要不然在下一次雨季来临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土石流等二次的这个灾害。而这次地震后，交通部更有一些强化地震监测通报的计划将逐步实施。不过，人为的努力还是很难与大自然的力量相抗衡。交通部推动的地震教育之旅，就是希望让世人能记得这些世界级的景观，了解大自然的力量所给我们的启示。